贪心感水灾，嗔恚心呢感火灾，愚痴呢感风灾，傲慢感地震，怀疑呢感山崩地陷。哦，好像近几年来都看到，哎，突然哪一个地方就崩塌下去了，这一个大窟窿。哦，好像小时候很少听到这些情况啊，因为小时候毕竟是四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人心都还比较淳朴啊。当然天下兴亡啊，匹夫有责了啊，我们处在这么多天灾的状况啊，哎，我们自己啊也要尽我们一份力啊，来扭转啊。所以老人家曾经提过啊，好像西方有学者提倡啊，这个八千人啊，他好像是什么总人口1%的平方根啊，这样的念力啊，因为西方科学啊也在研究念力的力量啊。从佛门来讲啊，四个人见和同解呀，可以把佛法弘传到全世界。那佛法跟弘传，人心就转改变了。哦，佛所行处，国义秋句。好，哦，你们配合一下啊，米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民无怨枉，强不凌弱啊，各得其所啊。我们当时候啊，在庐江的时候啊，真的可以感觉到啊，这个老天爷都是有情义的啊，啊，比方我们要给老人送敬老金啊，80岁以上啊，70岁以上送敬老金啊，那到80岁还加送一个龙头拐杖啊。当时这个临近啊，天气预报下雨啊，我们心里想，这个老人家都那么大年纪了啊，那他们要去领敬老金啊，要走到他村里面的某一个地方，假如下雨啊，那就有危险了，哦，所以我们同仁就跟上天沟通，哦，说可不可以晚几天下雨，哦，嘿，结果啊，临近旁边都下雨，就我们那个地方没下雨，哦，哎，发完了两天过后啊，下了好几天雨啊，因为这个雨神呢，啊，他是有责任额的啊，他该下多少啊，啊，他得下。哦，这个确实是可以感应的，天能感应。哦，那也随着我们呢，在做这些事，哎，信心也会增长。啊，包含我们种那个29亩田呢，哦，那个土地啊很不好了，那个建筑垃圾一大堆啊，在那里整地的时候，好多钢筋水泥都挖出来了，啊，旁边的百姓说，啊，这个明年要种出东西来挺难的了，啊，后来隔年呢，收获就很不错。啊，尤其那个番茄都长很大，啊，到那个我们晚上有绿色课堂，请老百姓吃啊，啊，在旁边的农民说，可能是种的人有爱心，啊，这是他们下的结论。哦，你看这个土壤啊，甚至于是天气啊，甚至是鸟类啊，都会交感，哦，所以那边的鸟啊，
都跑到我们这二十九亩地来筑巢，然后肥水不落外人田，哦，他们的黄金啊都下在我们土地上面，哦，而且他们那个筑巢的高度都是我们碰得到的，他能感觉到你没有恶意，哦，好，哦，所以我们有信心，哦，这个佛经是可以真正落实啊，呈现出这样的社会景象。下一句提到了武王伐殷，啊，然后得到啊两个丈夫，啊，两个成年男子啊，然后问他说了，殷朝将要亡的时候啊，啊，这个妖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反常，啊，很怪异不祥的事物现象出现？哎，其中一个人有讲到了，有啊，啊，这个当时候呢，曾经下雨血、雨灰，啊，我们现在好像冰雹，我下的那个很大块啊，啊是雨石，啊，而且这个小的呢，啊，就像锥子那么大，大的呢有像簸箕那么大。而且六月啊还下雪，深达一尺多，啊，这是外在有这些很违反常态的现象，但根源还在哪？根源还在这个主政的人呢，可能没有为百姓着想，才会有这些情况。啊，所以下一句啊，我们看到这些古圣先王啊，他们懂得这个天人感应，啊，自然界，哎，是医报啊，所以过去呢，这个汤王啊，他所治理的商朝呢，出现旱灾，啊，他就会用六件事啊，自我反省。啊，当然我们现在学群书之要啊，这个每一句啊我们要拉回自身来了。啊，比方说我们遇到一些不顺的不吉祥的事啊，我们能不能马上是反省啊，假如我们能反省啊，那可能能转祸为福哦。啊，刚刚举的啊杨医师哎，他女儿这个情况，他用很正确的慈爱去应对他，甚至还有想到可能有很多人，那个祸就能转成福了。哦，所以因果是能转变的，可以变化的。哦，我们刚刚还提到，事事是好事哦。啊，你都用真心了，用对心了，就没有事是坏事情了。好，啊，首先呢，哎，政不节也的治理政事，啊，有没有不符合法度？好，哎，你像国家也好，团体也好，啊，都要有节度哦。哎，不能你是领导者很随性哦。啊，比方。高位是不是都用了有贤德的人，还是自己顺眼的人就用？哦，这个乾隆皇帝用了个和珅是吧？对大清朝影响很大哦。这和珅很会迎合皇帝的心啊。哎，好，就处高位一定是要贤德的人。哦，哎，再来俸禄。是不是都给，有贡献的人？哦，官位是不是都给有能力的人？哦，你这样公平去处理了，哎，这个政治就安定了。哦，不然呢，付出多的人都没奖赏，那谁肯出力啊？哦，
啊，这个无德的人在上位啊，那老百姓就遭殃了。再来第二件事了，一时百姓、过度了吗？因为很多国家工程呢、那还是要百姓来、一起、服这个劳役才能完成，但是呢也要适度、尤其不能在、因为当说是农业、时代呀、他在农时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出来做公共工程了，他误了农时他可能今年就没有收成没饭吃了。公事容也、是不是宫殿呢建得太奢华的呢、女业甚也，这个得势的这些兵妃、是不是敬言干政形成风气的呢？这个居、这个包居行也、包居是指贿赂，是不是盛行了？因为贿赂、整个政治就会腐败了。谗夫娼也、敬谗言的人、是不是太猖狂了？从这六事、来反思、那这个态度我们真的能学到了、那就在遇到不吉祥的情况都能认真反省，这个就能转、老和尚也有讲过、最佩服老祖宗的八个字、这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老祖宗处世的智慧当中，老人家点出来最佩服的这一句、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维，假如我们遇到事不反求诸己，那会怎么样？那会找别人毛病呢？那这整个心态不同啊，事情的发展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修学之人要很敏锐啊，我这个心境会延伸出家庭什么气氛。虽然是无形的哦，但是存在的哦。比方你到一个新的单位，他们的人都还没讲话，你能不能感觉到这个团体的状况？看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你就可以感觉到那无形的气场了。还是你一进去，每个人都对你微笑。他还没讲话哦，你已经感觉到那种气氛了。古人留了两句话啊，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一念之间哦。我们不是反省了，开始指责了，那有因果啊。我们指责别人是因啊，别人指责我们就是果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都是因果啊，人恒敬之，所有的事都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我观察人啊，现在常常会很痛苦好几天的，就是别人不理解你就会难受的不得了，尤其是什么你最在乎的那个人，是吧？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悟到诸苦皆从贪欲起，你就看破方向。孔子有说人不知而不愠，要练的，人家不理解你，你能不难受、甚至于觉得他在考验我，让我放下这个执着。
古人留了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这有没有点出女人的罩门，是吧？哎，这句话有点深，是吧？哦，这个女人，你看，哎，她遇到很欣赏她的人，她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哦，然后做什么就希望赢得她的肯定。啊，假如他最在乎的那个不肯定他，他就蔫了。哦，哦，所以这个，哦，我感觉啊，这个都是修行路上啊要考的题目啊、哦。所以当别人不信任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起一个贪求的心，去求别人要信任我。念头很细哦，只要有求，皆苦。所以三苦八苦啊，这个其中一苦啊，最厉害、最普遍叫求不得。你把求的心放下，你就离苦。深信因果的人就不贪求了，啊，人家不信任我，啊，哎，我先信任他，我先做出值得他信任的行为出来，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自己不会生怨气，啊，因为你都要求自己正己，不去要求他，他也不会怨你，啊，往往人家怨我们是。要求自己很轻松啊，都苛责别人，人家当然怨了。好，哦，那这个能各自责了，就天清地灵啊！一反省啊，对方的善根可能被调动起来，就互相都在反省。第三呢，这个人伦的相处，也会体现因果，也是体现感应，能感是因，所感是果，孟子治要里面提到的，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领导者把下属当作自己的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兄，下属把领导当作心腹一样，君之视臣如犬马，你把下属当作犬马一样使唤呢，则臣视君如国人，他看你就像一般人一样而已了，下了班在街上遇到你不愿意跟你打招呼啊，我已经下班了啊。哦，君之视臣如土芥啊，你把它当灰尘尘土草芥一样践踏它了，那则臣视君呢如寇仇了，他把你当强盗仇人一样对待了，哎，好，哎，你看这个是在君臣的伦常关系中的因果感应了。哎，下一句是父子之要，这里面有几个伦常在其中，福信由上而结者也，其实啊这种诚信信义啊，往往是你处在上位的人来带动啊，他就很容易带动起来。当然不是下位的人带动不了，下位的他从因缘来讲，他就比较辛苦，但也有可能达得到。举个例子，
因为老和尚强调儒家有三宝，君亲师，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当然我们也不能着相，这个一着相了，我又不是领导，我还没当父母啊，我也不是老师，这都跟我没关系。要抓住那个精神，不能着在相上学东西了。我们曾经遇过一个男士很有意思的，他说我读入则孝，父母不在我身边，这个不干我事，出则悌，我独生子女，这个、不干我事。这个依义不依语，依那个义理，那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我们举个榜样，就是唐太宗，他很讲诚信，有一个臣子就建议他，皇上啊，你呢就专乱生气，看看有没有人敢进给你劝谏。这个唐太宗说怎么可以装乱生气，这个装的就好像有点虚伪了，不是真诚对底下的人哦。好，现在我们做传统文化，这个拍摄的，来我摆一下 pose 再拍，这样好不好？不妥当了。真的人家愿意来跟我们交流啊，我们平常是什么样子就呈现什么样子，呈现真实给人家看。所以这个是这个唐太宗的榜样，所以他的臣子对他也是很诚信，忠于他，所以他能凝聚不只是中国人哦，好多民族啊都愿意为他效力哦，这是他的个人魅力哦。父以信毁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那个曾子杀子，这个他曾子因为他的太太跟孩子说别哭了回来我给你猪肉吃结果后来这回来了，曾子就开始在那里准备了这个就是不能失信于自己的子女当然弟子会说凡出言信为先这一句话好不好落实啊？我个人感觉不容易落实所以要随时要带一个小本子，只要答应别人了，赶快记下来，不然有时候可能过了想不起来就失信于人了要落实弟子规啊，落实感应篇要有配套措施你看我们院长这个早上有提到这个好学引了孔子十世之义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学也另外还举了孔子的好学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呢，要不要把它记下来？要，而且你还常常翻那个影像越来越清晰啊，我们才效法得出来不然我请教大家，大家最近在效法谁？有没有我们一想脑中一片空白？你看这句很重要啊，五十三餐呢，我们都会讲啊，我们每天有没有在餐？哇，你一天餐下来可以餐到人家几个优点，你都把它记下来，看着看着我怎么去效法，这一句话才会落实得更扎实。
哦，所以我说的配套措施还是很重要。好，啊，再来，夫以信呢，先其父，则父以信顺其夫。啊，宋朝有一位刘廷式啊，他跟一个女子有婚约了。啊，后来呢，他考上功名了，考上进士了，结果回来啊，那个女子瞎了眼睛了。哦，那这一户人家也人心地也很厚道，啊，人家都是官爷了啊，县太爷这个官员了啊，哦，就要取消婚约。啊，这个刘廷式啊不同意，啊，后来对方提出来。不然他的妹妹嫁给你，他也没同意。哦，你看跟这个女子的这种信诺啊，哪怕对方瞎了，他还是说。哦，那你看他的太太嫁过来，你看被先生这种诚信所感动啊。哦，所以后来他的太太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最后都是考上进士。哦，都很有成就的下一代，所以上秉常，顺着常道做出来，感化啊下面的人啊，你看这个伦常之间真心的交感，下服常而应上，啊，所以其不化者啊，百位有一啊，我们真的这种所谓。这个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真的真诚心现前的，精诚所至，精石为开。哦，所以，哦，这个其不化者，百位有一的意思就是，啊，一百都没有一个不能化的，就是都能感化掉。啊，这个是在伦常当中啊，体现因果啊，所以我们在伦常当中不能感动对方啊，我们也要反思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哦，一切福田呢，不离方寸啊，佛法的道理啊，讲得透彻啊，一切法从哪里？心想，自己的心想。现在家庭的情况，团体的情况是自己的心想，不能怪别人了。啊，佛法这些彻法原底的道理啊，没有佛讲啊，我自己觉得我想破脑子，我也没办法想出这个真相。哦，那既然有这个福报，听到这些彻底的宇宙人生真相啊。那我们应该珍惜它，好好依教奉行啊，来反思啊。啊，有一位这个山东还蛮成功的企业啊，这他们是经营啊这个鞋子的，都是功能鞋。啊，那他还在自己的企业呀，推传统文化，哇，还邀请老师啊，当时是过年前呢，那好像是某一年的一月六号到九号，哎，邀请人啊老师来他的企业讲，结果在这个几天过程呢，他仓库失火了，他先生呢？当下就跟他说了，说你好好反省反省，你还学什么传统文化，哦，还找老师来，为什么我们工厂出现这个情况，哦，哎，不简单的，你看他这么用心，哦，费了那么大的劲啊，最后得到先生这么严厉的指责啊，我感觉一般的人受不了啊。哎，他马上很
深的去反思自己，他觉得他不够真诚，他想到什么呢？想到他对他的婆婆不够真诚。他说外面的亲戚朋友一提到他，都说他当媳妇啊200分，就是可能当地人没有人在外向上做的比他还周到的，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对婆婆还是有怨。然后他自己也察觉啊，他过年的时候到婆婆家呢，婆婆知道他是吃素的，从来没有给他用过素菜。所以那当时候起火了，他跪下来往婆婆的住的方向跪下来忏悔。很真心忏悔。所以我们修学要真诚了，要打破自欺呀，不能骗自己了。我们骗自己就容易骗别人了，装样子给人家看了。所以他痛哭流涕呀。结果呢，过十来天就过年了。他回到婆婆家了，婆婆给他煮素菜两道出来了。哇，你看感应的速度啊，那么多年没有一道。他自己真心忏悔了，你看这个医报随着正报转了，从那一年以后每一年都特别给他煮素菜给他吃了。好。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啊，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仁者在朝廷执政呢，感召仁人前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这义士都是相同的啊。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子提倡兼爱啊，非攻。仲尼之门多道德。夫子教出了72贤啊，3000弟子。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啊多不祥。秦王的朝堂上啊都是不善之人啊，因为秦朝啊强调武力啊征伐啊，所以人家感召来都是比较有暴力的人啊。易经当中提到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啊，所以人际的状况啊，或者一个团体招赶来什么人才啊，那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恶者必有所因而来。所以善人到来啊，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是他认可这个领导者啊，哪些仁慈的德政啊。恶人到来也必有他的缘由。所以啊，这个善恶不空作，祸福不滥生，为心之所向，智之所行而已。所以这个善恶啊，不会凭空发生，祸福也不会随便感召到来。这个都跟心之所向啊，这人们心灵所趋向啊，智之所行，意志啊所实行的结果啊，感召来的这些因缘。好，所以当
我们觉得团体当中啊没有人才，那这个是我们主事的人要从自己啊来提升起啊，才能感召啊好的人才。群书之要还有另外一段话啊，这个原话我没有全记得啊，大意就是啊，你这个草木生长得很好啊，哎，自然感召很多这个禽兽动物来了啊，你这个泉水很深呢，啊，就感召这个鱼鳖来了。好像你种了梧桐树啊，啊，才能赶凤凰来，是吧？哦，所以一个领导者啊，不是在那里想着要，哎，我要这个啊，多少钱花多少钱啊，把人才招来，啊，首先要考虑的是呢，哎，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啊。能不能留住人才，而不是你费尽很多功夫啊把人才找来，但是你的单位根本就留不住人才，所以人才要感召来的。比方说一个领导者，你真的找到一个很好的人才，你都不懂得配合他，他也使不出什么力量来的。我们其实都有外求啊，哎，这个外求的惯性其实蛮强的，能不能把事情办成就啊？主办圆融，主一定在我们身上，办是外在的缘，这一点假如我们没有认知到啊，我们都把时间精力都花到要去向外找一个好的缘，然后我就万事 OK 了。举个例子，我们学传统文化的父母都会想，哎，我找到一个学校啊，我的孩子就成为净空老法师了。你看有这个念头的家长多不多？那根本是什么？一个孩子能不能培养成呢？是他跟父母的关系耶。你怎么都觉得是外面比较重要呢？老和尚说的，家庭教育是根本啊。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啊。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啊。哎，我们看这是《三国演义》啊，刘备找到孔明了，哎，他也要创造让孔明可以发挥的这些条件呢。啊，你不能说哎，通通交给你了，没我的事了。哦，所以这个刘备也得要。把尚方宝剑交给孔明是吧？哦，还要有，是不是还有玉玺？哎，你们没有看过唐国强演的诸葛孔明吗？我们年代不太一样是吧？哎，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呢，你要让一个人才发挥，你是很重要的。你要营造一个让他可以发挥的这个背景出来呀。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啊，这个人伦当中啊，了凡四训说到了，即如生子啊，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哎，孔子就是榜样了啊，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
其斩焉无后者，就是断子绝孙的了，德智薄也，没德了。啊，其中我们看呢，武将的后代啊，大部分比较不好，因为杀业太重。哎，但是宋朝曹兵啊，他后代很好啊，为什么呢？哎，他有厚德啊，他当时候啊，要统一啊很多地区啊，哎，他都没有杀戮啊，而且要进城以前呢啊，进南京城跟主要的大将啊，他是装病啊，我的病只有你们能够帮我治好啊，就是进城之后不滥杀一人啊，歃血为盟啊，这些将军都很重义气嘛，你跟他约定好他就会做了。啊，而且他的仁慈心啊还表现在很细腻的地方啊，他有一个士兵新婚啊，后来没多久啊犯了军法。那他下令啊先不执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执行。他旁边的人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他说他刚结婚呢，我现在打他呢，到时候他家里的人说娶的这个扫把星，把责任都推给他这个太太啊，那他这个太太就没有宁日了。哇，心很细啊，都能考虑到这个点。而且亲亲而仁民啊，仁民而爱物啊，冬天呢、啊、他都不建房子，因为你动土木啊，有可能那个土里面那冬眠的虫啊，啊你一动它就冻死掉了。他的这个仁慈心还去考虑到这些小昆虫。所以他后代很好，到他的孙女啊当到太后啊，他所有的儿子都很有成就，这个是武将但是很有德的一个榜样。好啊，第四呢，这个是治乱啊，这个我们时间啊还有20分钟啊，那我这个也没这一段呢就是你这个国君呢、啊、做了哪些不好的事啊，就会延伸出一些灾祸出来。我们就跟我们刚刚说的贪心感水灾啊，嗔恚感火灾，愚痴感风灾啊，这个在群书摘要当中啊也都有彰显出来。在这个治乱的部分呢，也借机会啊跟大家交流一下。好，因为我们古人呢、啊、很强调以史为鉴，其实我们家庭团体所发生的事啊都不是新鲜事的，这5000年历史当中啊都有相似的情况，可以以史为借鉴呢，哎，可能你就会得到解决的方法。而这些历史当中的借鉴呢，我们也要高度警觉啊，不能觉得哎不会发生在我的团体，你越是这样，可能就会发生了。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不引以为戒的话，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啊，这个好像是杜牧写的诗是吧？好、哦，好，哎，对对对，哎，哦，这个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好、哦，我也曾经跟院长有提到，好、哦，所以每一个朝代衰败的原因。你看治乱乱、啊、衰亡这个因呢、啊，我们都要引以为戒，我们警觉性不高啊，
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团体里面。真的哦，你再小哦，也会出现哦。好，比方说宦官专权，近的人你不好好叫哦，他也会嚣张起来哦。好，当然你不能怪他哦，还是要怪领导者，你自己没有教育哦。啊，第二呢，外戚专政。你看一个团体里面哦，这个你不能啊，用了一个重要的干部啊，结果这个干部呢，亲戚朋友通通都进来哦，哦，最后影响力很大，最后可以威胁你哦。哎，好，我没有说亲戚不能进来哈、哦，哎，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哦，这引以为戒哈、哦，你要有沙盘推演，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哦，不然传出去说陈德法是说亲戚不能进团体，我跳到黄河洗不清哦，哎，哦，所以我都要交代一句话。我什么都没有说，你们也什么都没有听，你们是听而无听啊！你们都心神领会了啊！你看长孙皇后啊，不让长孙无忌权力太大，他人你德行不到那，你权力太大会变形的。哎，后宫干政，好、哦，哎，我见过一个董事长的太太啊，她都不去公司，啊，这个心态很可贵，啊，你看太太常去了，就会有人，哎呀，夫人啊，哎，哎呀，这我们家乡来的东西吃一点吧，啊，啊，可能他。就会往这些地方发展，哎，奸臣当道，用重要的臣子不当，哎，朋党之祸，团体里面搞组织了，啊，搞成两派了，哦，这个对团体杀伤力很大，哦，还有用人呢，还是要看清他的特长，啊，来用。用人取其长，不能用错了、哦、所以院长不会用我去算钱，铁定会掉好、哦、所以增广贤文说慈不长兵，义不长财，太仁慈的人不能长兵权、嗯、太重情义的人不要让他管钱哦，人家讲几句话，他心一软啊、哦，就劈了啊、哦，这不行了啊、哦。好，哦，还有领导者啊，这个心不能偏心啊、哦，不然就有人会恃宠而骄。啊、哦，这个《崇祯仪轨》里面有一段话啊、哦，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假如心有所偏向呢，有则人必亏而知之。哎，看到你有偏向了，哦，这是一个官员自己总结的心得。啊、哦，我曾经啊，使一个卒族啊，一个小士兵哈、啊，见其颇敏捷。使之稍请、哦、就是动作蛮敏捷的、哦、诶，用它用的比较多了，底下的人就在看了，下人呢，哎，就哎呦，这个领导好像很器重这个人，就开始、啊、对这个人另眼相看了，屈重之意了、哦、哎，他发觉有这个征兆了、啊、就防止了，虽是小事啊，但是当官的人呢，当正大明白，啊，不可对
任何人有一毫这种偏心偏向。好，好，再来呀，还有这个贪恋女色啊，这个对一个朝代甚至一个团体也是一个挑战。好，还有骄奢淫逸，这个 一富贵了。啊，甚至啊，像我们传统化单位啊，哎，你人家支持的多了，这个时候要谨防骄奢淫逸哦。哎哎，初发心成佛有余哦，但这个初心很容易一些境界会变。好，包含诸葛孔明讲到的“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轻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总结汉朝兴衰啊，其实也我们刚刚说的得贤，你得贤人的国家就安定了，失了就危险了。啊，还有领导者不能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啊，要能纳谏啊，这个我们后面这个。君臣官里面可以再深入来提。再来团体啊，啊，要下情上达，不能没有人敢讲真话啊，甚至讲真话的就被人家戴帽子啊，这种风气也这很压抑的了哦。好啊，不能与民争利，好，这些。都是从历史当中啊得到教训啊。我们再来看呢，第三啊是因果的原理啊。第一是因果相应啊，这皇天无轻，唯德是福，民心无常啊，唯惠之怀。啊，这个讲到的是上天从来不会偏无轻，就是不会偏爱谁。哎，唯德是福呢，只要是贤德之人呢，都会啊保佑辅助他。好，那民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民心无常啊，唯惠之怀啊，只要领导者施恩惠，爱护人民啊，哎，那人民就会。归向他，好，好，所以为善服同啊，同归于治；为恶服同，同归于乱。啊，这个行善政方法不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善政呢，结局一定是啊，这个地区能治理的好，大治。作恶的方式可能有不同，但结局一定是啊，社会会动乱。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啊，这个鲁公啊，这个人呢啊，他是太傅赵熙举荐啊，觉得这个人很正直啊，然后启用他做中谋令啊。当然，我们假如被人家举荐了啊，也要对得起信任我们的人啊。啊，那他以德呢？德化啊，让这个县呢、啊、治理得很好，而且比较不用刑法啊。这个百姓啊，许伯啊，这个征田啊，跟人家征田地呀 啊，征了好多年了啊，以前的这个。县令啊都不能解决啊，但是他到了之后啊，啊为这个啊这个许伯啊评理屈职啊，这讲的道理啊合情合理的啊，然后听了他们都很感动啊，皆退而自责啊，然后啊都把这些田地啊本来在争的都互相礼让了。
好，这是他的德行，教化百姓。好，那他底下的这个亭长给老百姓借牛啊，不肯还啊，牛主人呢就告到他这里来了啊，但这个鲁公呢把这个亭长找过来啊，然后也指示他赶快把牛还给人家啊，指示再三呢他还不听。哎，当下这个鲁公啊叹气到了啊，哎，是我教化不行啊，哎，他还反省自己，然后就要把他这个官印啊，就要解掉了啊。结果呢，这个院士啊，就是他身边啊协助他的这些官吏，痛哭啊，哎，要留他。那他是发自真心觉得啊，还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教化不力啊。结果这个亭长知道这件事了，哎，所以他的诚心啊，也触动这个亭长的善根了哦，就忏悔啊，就把牛还了。好，而且他还啊，觉得自己做的太不对了啊，还要这个。说把我关起来啊，我应该判罪啊，哎，但是这个鲁公看他已经反省了啊，就不问他的罪了啊。结果这个百姓跟官员呢啊，都非常佩服这个鲁公啊。好啊，结果这个建初七年啊，他们这一个郡呢，都受到虫害啊，这个民呢。就伤了这个啊稻谷了啊、哦、结果呢到了他们中牟县，哎，这一些虫害啊都不进来啊、哦、那河南这个尹河南尹啊、哦、河南的这个官员啊、哦、袁安听闻了，觉得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就派了这个任树传啊，这是一个官名啊，叫肥清。肥清这个人呢，亲自去啊看看是不是真的啊。啊，结果啊，这个鲁公啊接待来的官员啊，然后坐在这个桑树下。哎，结果呢，在聊的过程呢，有那个字人应该是鸡啊，鸡过来了，哎，停在他们旁边，哦，而且他们旁边还有小孩，哦，结果这个肥青啊就问呢，这个小朋友啊，哎，你怎么不抓这只鸡呀？这个小孩说了，这个鸡啊可能呢他还要哦，他可能还有小鸡要抚养啊，哦，他还有小宝小哦，他还有小鸡啊，哦哦，诶，所以这个肥青呢、啊、看到这一幕啊，决然而起啊、哦、啊！决然而起了啊、哦，他就站起来了啊、哦，然后啊，就跟这个鲁公啊要辞别了啊、哦，在我来的目的啊，就是要看看你这个治理是不是真实的啊、哦，这个啊，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虫啊都不犯你这个境啊，这个是第一个非常奇异的情况。因为这个只有你这个地方没有虫害了、哦、而且你的教化呢给予鸟兽，你看这个鸡都不怕你、啊、不怕这人呢、啊、此恶意也。再来呢，小朋友这个素质小朋友都有仁爱心啊，
此善意也。所以我在停留啊，只是干扰你啊，干他称他贤者哈，我不能干扰你办正事了哈，他就回去了啊，就给这个袁安，这个河南尹袁安报告了。而且当年呢，这个中牟县里就产嘉禾，嘉禾就是那个稻穗可以长两穗是吧，长三穗啊，这个是嘉禾。那个吕安呢上书言状啊，连皇帝啊都觉得很特别。所以你看一个领导者失德政呢，你看这个因果是相感应的啊，就会降吉祥啊在这个地区。好，第二啊，我们看因果呢是持数有时的啊，不是说我们现在一行善呢，善报就现前啊，一造恶啊，恶报就现前啊，所以引了《周易》这一段话啊，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啊，但是小人以小善呢为无益啊，没什么帮助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啊，没有改掉这些小恶，哎，慢慢的这个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了。这犯错到恶贯满盈啊，就没得救了。所以这个虽然不是马上啊恶就会现前了，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到这个不能让恶啊不断的积累。好，这个第三呢是因小果大啊，因小果大啊，我们看这一句啊，训有之，这个是尚书啊，好像是大禹啊教诲他的后代啊，内作色荒，就贪恋女色了，外作情荒啊，喜欢啊骑马打猎啊玩乐啊啊哦这个迷乱曰荒啊，这应该是古著提到的啊，玩的都不知道回来理政的啊，甘酒，这很好喝的酒啊，四音好听的音乐啊，这个靡靡之音啊，俊宇啊，很奢华的宫殿啊，然后墙还要雕龙画栋啊，你看这么多个因素啊，有依于此，未获福往。你看这里提的色荒、情荒、甘酒、四音、俊宇、雕墙啊，你只要有一条，这个国家就要亡了啊！你有一条，它就开始发展了哦。好啊，慢慢慢慢啊，差之毫厘呀，谬以千里了。你看一个贪女色，你不节制了，可能之后就会出大事情了。好，我们看这个箕子，箕子纣王的亲戚啊，他看到这个纣王啊拿着象牙的筷子啊，他就叹息了。哎呀，他拿象牙筷啊，用的一定是玉杯啊，那用玉杯了。那臣的这个菜肴啊，必失远方珍怪之物而遇之矣啊。那都是山珍海味了，那穿的呢？不会穿 T 恤吃山珍海味啊？那就绫罗绸缎喽。穿着绫罗绸缎会不会住小木屋啊？那就是很高级的这些宫殿的啊，甚至还要乘这些马了这些哦，所以看到一个用一个象牙筷啊，就洞察到
这个国家要灭亡了。哦，好，我们最后这个因果的原理第四个是因果变化。啊，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啊，而祸来了，我们用很正确的心态面对它，哎，可能就转祸为福了。啊，但是福现前了，我们骄奢淫逸，啊，我们看官二代、富二代，最后祸就现前了。啊，好。所以我们这个老和尚说到了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我们用真心了，不指责了，那不好的事发生了，我们都能把它转变过来。好，那今天时间也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